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权。今天早上，渔夫来跟阿大叔来赶海了，然后这边，哇，这个巨无霸大坑今天给他盘了。哇，这边货好多啊！大超又要给他关掉，看，哇，这个被吸住了，哇，黑掉，不走，我先给他关起来。哇，这边也有，哇，这个更可以，煮饭在那边给他走。 哦，黑钓，看我厉害不？一抓一个走，哇，这边这个大货是什么？哦，哦，是鲈鱼，哇，这个可以，你别吸，哎，来来来，我看你往哪推。哦，哇，这个鲈鱼可以，哦，这个应该有个三斤吧？哦，大大大，给它走，爆图了，哇，这个大坑好久没过来就是爽了。 它旁边还有很多，我都没去捡，给它再抽一回了，再抓。那边也有一条，哇，鲛鱼仔好多，看，赶紧给它关掉，水给它多留一点，不然那个鲛鱼仔都死掉。哇，鲛鱼仔乱窜，这就是刺激啊！这边这只先给它抓了，刚才没抓，哇，这个黑钓可以，哇，这个个头可以，收了。哦，今天出来不肯，给它抓了，哇，差不多爆秃了，直接把，哦，那边。 哇，跑出来了！哇，这个是什么鳗鱼啊？哇，这个长得有点奇怪，大家看，哎，来吧，出来！哦，哦，哎呀，哇，这个是金鲈鳗，这个是金鲈鳗，可以，这个在我们这边已经也五六十块，哇，这个是好东西，男人腰酸背痛吃的特好。 今天跟大家做一下，哇，这个大的在我们这边挺贵的，给它抓，进去。哇，直接爆图了。好，我们先下去找货吧。哎，这边。哇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哇，今天我等一下怕我桶装不下。哎，哇，花心鳗。哇，嘴巴张那么大，干嘛？出来，下来。这个花心鳗最难抓了，也是最坏。不过按这边。 花心鳗一定要抓这边，就跟抓那个一样的，给它抓了。哦，爆虫，爆虫，可以。再找一下，哇，石头蟹，这里一只。嘿，我跑得这么快吗？鲛鱼仔看一下，哇，这里面有什么货？哦，这只可以。哦，我还以为小的，不要。哇，底下躲了一只这么大的。哎，走了走了，我就不绑了，先放进去吧。这边这个石头，哇，这边。 哇，更咸了！哇，也是鲈鱼，不过不大，收了，进去吧。这个石头给它盘一下。哇，现在石头蟹季节到了，石头蟹特别多，看，哇，漂亮！来，哎，哦，哦，哎，别夹我，别夹我，嘿，哇，这，哦，哦，哦，哎，我天天抓阿赞被石头蟹夹，今天我自己被差点被夹到，你太坏了，你被夹比较爽，是啊。 进去吧，特爽！哇，这边有一只，哇，两只，那边这边是阿展看到的，那边是我看到的，我看一下，这只比较小一点，抓了抓了，哇，很快！你跑，你跑，看你往哪里跑，你是我看到的，你跑得了吗？抓了，走了走了，可以，哇，又跑出来了。哎，前面前面，哦，这边，哦，哇，搁浅了，难怪呢，这个是，哦，也是金鲈鳗，哦，这个金鲈鳗特别厉害。 这个煮的话，我们这边一般是杀了，然后用那个宰了一半，用高压锅给它炖一下，不然那个肉很 Q 的，没办法，比那个章鱼哥还要厉害，还要 Q。哦，糟了糟了，石头蟹给它盘一下，哇，鲛鱼仔好多，幸好我留了那么多嘴，今天爆头了，我这个螺就不捡了，打拳就是容易满足。 哇，真的石头蟹，哎呀，我被我压扁了吧？哎，没有，哦，被我压扁了，哇！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必须得给大家看，现在石头蟹季节到了，看，肥不肥？刚才被我压一下，黄都跑出来了。高啊，都是高。对呀，这个都是高，给它做。平民玩石头一定要多。他早打，来进去进去，这边给他再找一下。哎。
这个没动，这感觉上面没什么货了。我们再下去看一下吧，没油就回去了。阿张又发现一只石螺蟹了。我在那边，我在底下的切的，哇看，哎，我这边也是，哇，现在是石头蟹，哇，夹了这个麻袋坏掉了，酸酸的感觉，酸酸的感觉，你挺转的哈，你挺转，你等下夹我马上给你吃掉，这一只晚上给你吃吧，给我吃，给我吃，好了，我也不找他报仇，这边就都给他咬一下，那是阿展发现的，我就等下去抓，哎呦。哎，来放给我，哇，还没跳，直接跳起来！你真的挺牛的，来用这个，哇，跳起来跟你来决斗，干我！哇，真的会跳哇，他们！我今天怎么抓他？我手上有一只，我不是，来你教我，你教我，绝招使出来，来，你教我，你教我，来，我在这旁边再看一下，没有，我们就回去了。哇，感觉这边都是螺。然后货没怎么货了，那我们先就回去吧。底下那个小鱼仔就不抓了，鲫鱼仔很多。走，我们过去看一下这货，还是要看一下。哇，来看一下今天这货，今天特转爆土，真的今天是真实实在在的爆土。哇，这大坑就是好，我看，上次那个黑鲷吧，然后好几只十来只石头蟹。一两只鲈鱼，一只大的，一只小的，哇，这石头蟹挺稳的，两只金箍鳗，鳄鱼，哎呀，别跑，好了，太猛了，还有这个花鲫鳗，那收获就这么多，直接爆土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了，然后喜欢大全的视频，记得帮忙多关注点赞，谢谢，我们拜拜，下期见，我收拾一下回去。